观众朋友，今天讲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现在政府哈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听阿人推广客家文化。伊最主要为除了得到阿人乡亲的支持还有认同以外，伊嘛过希望阿人的客家的青年可以投入阿人客家公共事务，同时对阿人客家文化有过多认同。我们今天有请到来宾一个人强，但是伊投入客家的文化事务已经够久诶。伊嘛即下伊爸爸咧，下几个文化艺术团的团长，但是伊的人强人，我让伊去做团长，还有即个工作，我让伊协调，我让伊去完完全全的去做好咯。我们今天落来请伊来分享哦，伊很让伊的工作对阿生活这边做伊的最好的调整。我们马上欢迎阿的李淑勇了，那现场淑勇吼。阿明哥好，大家好，我系来自高雄的李淑勇。使用哈，啊，你使用过人强哈，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对爸爸够熟啦哈，因为爸爸其实以前听我们客家文化的推展地方，我们真的是讲，尤其是儿童剧，还有我们的文化嗰度戏剧地方嘅下旗鼓哈，同我们同就使用我爸爸真的是贡献过一台，可是我睇下你对下旗鼓，我吃下都想到爸爸。但是今天弟弟团长是不啦吼，你系咪同他讲你少解讲？你即个系去那年啊，后半生做嘛？我参加你给我哋咧下期股啊，然后你今日做嘛工作？你咪同我哋观众朋友跟人少解一下咯。好啊，做嘛工啊吼？每一年就有你每晚哦，上到爱来做表演，啊做表演咧同慢人做咯吼，就下面。家家呗，在很米买耶，太讲伊困，慢人做买做嘛个，好做嘛个就做嘛个，啊戆戆的做戆戆的做，啊结果呢，一做一太胖，一不一太胖，结果就有青岛的专业的能力哦，开始我等我去学习，故说下期故应该讲有一个哦，卡些做嘛个，哦对做嘛个开始。再过来都下去过，啊！再过来都爱大学，都爱接团长，也一路以来，其实爱学习到几多东西。因为人讲做客场，伊就是吼做嘛个就冲嘛个嘛，故从客本写好的吼，啊，你就会完全投入另外一个世界。故说啊，我等提这个个性的调整、能力的调整，我请假，我爱做，也要跟伊听样样吼。啊，我做音乐去做音乐，啊，我跳舞去跳舞，哎呀，真的是百变女郎，无来七家讲。故说除了爱七家的工作特殊以外啦，爱七家是读教育同艺术毕业，伊嘛硕士毕业，啊，做研究嘅工作。但系呢，平常时因为兼顾到提天台嘅主持。就因为我对等爸爸做天团，我天做比严嘛，人系爱严么？像咱哩一路行个人心情，你这个感觉都讲，其实你这个纯净个话，人强人也生发宽放了。其实因为你平常如果做安多个工作，嘛有安多个，可能讲五六个时间哈。五六有千多种方法，有的人呢就好工作，爱就工作狂没办法。爱就千好看到太讲人，就安尼。健健康康，是细条图做好了，做备好安排好了。我爸爸讲也就是客家细妹，客家夫人家有事把种做就安尼，吼，无事的时间去请细条来做，就会喊妈来安尼。但是我是知道，除了工作狂的个性以外，那我就是我自家迄个，其实迄个够点钟的人，我自家提不下提不。练乐器啊，做刺绣啊，看天阳看树，其实就做得嘞。啊，再过来再讲到后生人的想法，其实，后生人唔系除了工作就会教啦。我哋有一万个同温层有一个观念，就会讲想法
工作的工作，啊，生活的生活，生活就会爱得去经营一个态度，唔管做嘛个，有赚钱好，没赚钱也好，嗯，这个角度安尼用一下时间，投一下时间，要达得，达得唔去经营的事情，要去生活。故说我一般做青岛广播节目，做留洋的节目，我的钱给钱，少少的钱，我就讲啊，哎，干嘛去分给天数的学生的，哦。全部拿去没没关系，因为对我来讲，这是生活。嗯，不是生活都经营自家的卡，按那个价值观啦哈。你用生活都做自家想做的事情，但是工作都为了赚钱，为了生存下去。但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有兴趣蛮好，要投入某个事情蛮好，但是也要推家都唔咩唔自家，因为归从业为件事情。嗯，但是做事情如果你都讲我要做人嘛。哦，作为其实本他讲你喺啊工作地方，嘛还可以快快乐乐，也都最轻松有事情。嗯，哎，从你头脑来讲，从咱的更加一项啊，就下几股文化艺术团的团长嘛。嗯，即一般来讲，团长会做嘛个咯？哎呦，有问题哦，团长就会较后堂的杂工，啊，重工啊，重启工作做重工啊，就一般来讲。诶，提到阿明讲有温度嘛，我用会做好，用会做严嘛。其实一团队就真是轻松了。因为下期过一开始啊，就是我爸爸有时某节爆出了一个想法。故说一开始呢，我嘛个真是个组织的啊，就诶我爸爸嘛，我姑姑嘛，再过来我阿 Q 嘛，后以为某个亲戚朋友亲妈的亲，好，太讲你，冲下来做表演，来做下假表演，好哦。啊，我去表演时节，无查诶，去甲试，哦，啊无公演，哦，打舞台用甲啥，去甲来，哦，嘛个事情都去甲来。故说，那阵有一个亲团结的八股，那阵咧志工团，哎，当然啊，那阵下起股，我安太胖诶，开始就会有行政工作，就会有那阵细胞的补助金啊，来支持伊的。故说，算是一种。我自己是因为也是一种社会的经验，社会经验一种社群的训练，变作一个社区的，做一个表演，做一个剧场，做一个剧团，太感人，做在失控下，除了生人的上课、下课，爸爸妈妈上班、下班，吼，几多不卡，吃饱的冇，吃饱的，我等亲子之间、社区之间、邻舍之间，还有亲友。好高的协调，但是做得来充足。故说也是我一次下期股一个剧团的事业嘛，本来个共同的地方。故说对于你讲，头先同我讲，其实团长的工作除还有行政工作哈。不像对你来讲的话，因为以前的团长是爸爸嘛，按晚些路挨的那些长工啦哈，长资、长期的秘书、长工的秘书嘿，以前太长工，那长工的秘书，等于如果。大胖的嘛有一天有一分啦、啊、然后视察费可能其实嘛没办法视察，但是办课啦、读课啦、哈办课那种。写计划书啦，过去刻本啦，吼、哎压样啦，吼吞银化妆啦，哦布个发下那个舞衣啦、发相夫啊，嘛个都会。诶，嗰种经验等于讲接袂爸爸工作，还等于如果唔等于如讲过后台就等于办以前的工作。应该继续做下去，没错，但是上面有点名的团长，无啦，其实做的以前做秘书，虽然讲有一个条件，条件够嘛个就做嘛个，无按啰嗦啦。但是伊人一下是做团长诶，做团长你蛮好负责，你应该咪思考。故说我是其实我对以前开始，我好想人听伊合格事业做嘛个。其实一个问题，你做嘛个条件咯？我对等爸爸去访问到几多人，比如讲，我爸爸就因为表唔落太务实个建议，伊就养等六队文化，啊，伊自家又养文化研究咩？故所以就很喜欢去深入地个，啊，本伊演绎出来。啊，还有一个小博士也严重去讲啊，啊，我个教育理念哦，就会成精神。行业较好，啊，迄屯个邱永建人，伊就从贡茶嘛，诶，邱永建人就屯乡下吼抽贡茶，无邱永建人去个吼下一站下车，故说人是贡茶，爱
中华。对我来讲，我接团种，爸爸带大海基础，我会开始来播种，也了伊呢。因为呀，客家公司采取许文化嘅资源，唔可以，我会强逼好多人讲，呀变做客家人，这是冇可能嘅事情。应该好，我做团中也好思考嘅系，以前思考嘅系，我哋用嘅系演绎呀客家文化，也好思考嘅系客家文化嘅表演，团文化青岛文化之间，并提台湾一个国土，我哋用嘅系用共用一个国土来看。故说对我来讲，我会先对教育开始，去演绎嘅一啲文化嘅演绎，叫播种。希望伊之后会开发，我等以后的生意呢，就会直接讲，我等台湾有客家文化，已经讲，请美好，请文艺，啊，本我等过多学习个机会。哎，我爸爸妈妈这边又好了，也算讲俺娘出名的文化，我等去接触到某乡用个文化，一时关系如毛，因为以前啊，最多谈到个是，啊，我又唔会客家人，我是用个要提下跳舞了，哈。我又唔会客家人，因为纯好白人咯。啊，人又唔会客家人，做乜嘅我会提啊啊困表演咯。但系文化，我哋泰港人沙气沙群，也算讲古一台湾系做文化系用安尼嘅态度。莫讲艺术，他们怕戏咧。啊，泰港人起对立就超速度超唔起咧咩？可是头东啊，等咧使用也开发地方啊，都可以看到讲，其实唔单止下期股开始有一点新的阶段呢。同时我都嘛看到，我等咧年轻人对我等咧文化一件事情，唔好讲，因为讲你客人都要做客家文化，其实唔咩，而其他喺上多讲我哋客家文化，让我哋台湾文化地方起张起稳。休息下哦，等下我哋买嗰度昆虫山故事哦。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谈到的绝对不用我们录音带哦，是今天我们来宾苏勇亲自我们现场同我们吹塔的。我想问一下苏勇哦，你当初哪像我学吹塔的呢？没呢，就没够具体的原因啊。以前我们开始学的时间啦，确实是有一半，不是我一个人哦，有一层的声音呢，从下来学吹塔，只是我就像我。学到最唔样嚟啦，吼、哦，又学起来，因为他嘅一乐器吼，我哋贵乐器有几特性，有第一种弹拨的，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伊就改好手速，好、哦，故说我哋初学者，后某你记账一就做得演奏了，可能以前因为我以前系练球水嘅，我系游泳选手，故说我哋肺活量够大，故说上手就够强一些，但是应该来讲。唔单止讲这个有安尼天分可以双数改革，但是同时你对阿个乐器嘛，我有兴趣啊。我有感情，应该讲，做得支持我继续学下去的，也童年很忙嘅嘛。我是对五年生开始学吹塔，啊五年生开始学咧，一转眼我就去表演咧。表演嘅时节吼，我身上有来，我想啊，哇，一台湾天机。我哋讲台湾第一支亚洲，伊讲天一级，无人敢讲天一级啦。故说一按厉害嘅欣赏，做评审嘅欣赏，我找个红彩妹妹，伊马上来弹。我嘅时节就请感通，故说请感谢我嘅师傅吼，诶郭进才老师。哎呀，天一嘅就系我开始学吹他吹乜嘅，黑吹可能。跳到糖豆的山水跳，客家的山歌手跳，安尼啊出去表演。诶，结果我一开始吃到，哎呀，就会做神级本的好高课，本爸爸妈妈课，本欣赏课，然后好累哦，按曲的吹它按困难哦。结果啊，哦，起啊上去，起啊舞台上，山水跳，嘿，开始哦，
噔噔噔噔噔，就看到哦呀，台下的苏婆爸妹用钱，哎呦，怎么这么开心？因为暗听呢，原来呀，要出黑伊的以前的摇滚乐，伊的娘强的时间，伊的那记忆，伊的快乐，伊的镜头镜头的回忆，镜头镜头的情绪，全部就代替爱的呢客家小调山歌。故说你们爱讲传统有嘛个好？其实传统有千多部，七家去 TV， 七家去 TV 啊 TV， 唔系七家关系了，关系门内七家练，你就会表演本人可能人同人之间的故事，那么搭起来。故说爱知道呀一种诶，做你演做你演出一种本人感动的人物，就会一直支持爱放下去。以前那天太后的时节了，你们呢？啊，你有没有赢我版？我爱的国乐社走马街呀！啊，结果我有一个学长就讲，不管你见不见，哦，只有茶的旺铺了，用的都好。那个呢，唐中港通也吹好赢哦。不说我的走马街都对我来讲都不怕，我的就用心诶表演本台甲看。不是讲。都说你这个没啊，能讲音乐科班出身的哈，但是至少你对一份啊，能讲吹他的其实很有感情，有，同时嘛有热情，有。可是你等于讲，你对一件事情，还其实是做啊，能讲缘分呐，好，过缘分一件事情，如果爱过缘分做一件事情，还一定啊对伊有感情，啊嘛有一点有一点想法提一件事情，虽然讲唔系本科。本科安尼训练出来的，刚才提讲，其实喺体块度，体我哋个下期个文化艺术团队表演的时间，即个系熟悉要吹读书嘛。其实先要压力会过太猛，因为其实现在有时像我哋常常，如有一段有一段时间，如我哋咧，他个如我哋讲 solo， 如我哋咧独奏啊。但其实有一啲吹唔错哦，他个人讲哎，一言乖乖，冇得盘得面那些哦。也有一个经典场面，那穷的穆斯吞骗人讲过，哦，真的是童年噩梦。就有一摆啊，跨年晚会，高雄市就哎提海洋之心呐、啊，就讲啊，怎么的怎么的，表演开始之前，哎呦，猜题的表演，不说就请到啊，走马街来，这位叫，来，演乜嘅咯？脱发开，啊个脱发开又唔连慢人下个谱啊。踢一团完全他给收了，我给时间六年生，一个人啊，带好两三千人啊，踢上扒出来啪，别车，哈、啊，我只有差不多0.2秒的时间，好再一百冲掉再来过，刚我给全场快摸第一场就别车，真演童年噩梦。但是哦，还是你咪讲。可能在场的人伊咪讲，哎、欸、呀，其实如我去，我那个我确定把些踢上啊，可是以后有一点你上以后，那真是，可是你知道，除非伊这个有烫过头发，可以，莫他莫个可能伊咪讲，哎、欸，呀上其实如一种。啊，你讲没啦，开始给比车是查破现场的，给侬变轻啲的嘛。个几摆经验，这个下戏又讲过多，个 healthy 冇都讲冇过多啊，唔怕。出个0.2秒，嗯，就真中起来，啊，下台以后呢，梦一突然共发，他感觉怎么办？等一下说一听不会电木子，等下怎么办？不干啥。结果我爸爸就同我讲，哎，苏勇啊，你轻用干么？哎，提下台风用三千五块，0.2秒，冇去提下电木子，我就阿弥陀佛了，哎、欸，居然，满洲的，全部。带两个乐团全部表演起来。哎呀，真是我感觉有些个六眼神的声音嘞。哎呦，哦，因为有时候声音嘞，一看到啊，唔错嘅，当场如果叫出来，哎呀，但是你这个上我讲，假如你这个歌词叫出来的话，你系会录可能嗰度乐，我哋呢，乐团呢弟弟妹妹，都冇办法带下伊。哎呀，故作唔讲熟悉嘅唢呐手，哎。我都跟我爸爸说不好世界跟我说不要熟悉唢呐手啦。熟悉应该说一个精神就会说我有领导人的精神。故说我们以前什么指挥哦、嗯、就会我们团练好了团练来他给开始哎顾哎停顿就开始了。故说我会去顾到每一个人哎有看到我吗唐道的吗准备好的吗我来了
下去。我说我的乐团也默契出来的训练出来，就是把有以前白银般的用色。对啊，以前的白银嘛，真的都没有一个肢体的音啊，都真的他个音出得来，他个音都开始听嘞。哦，可是像你话，你的人家睇下几股地方，你这个有一教，你开始在他个嘛，因为一跳有你传神啊。嗯，我是做的教初级班的吼，对的练踢上八，为毛？不是练规章的吼，太讲你踢上八八可能够简单的也算讲啊，我的客家的三个。就跳，用的是，那我都已经晕迷呀，我做得教，因为有经验。但迄个高级班啊、中级班啊，也就会抢线上来教。啊，其实每个人的下起鼓听听啊，其他的人认识到的，人的台湾的，他的家，他的家要线上，大部分全会读到升学的个问题。不过虽然讲人学他的个学生的是一多一多，哦，一多一多。但是就会说啊，太感人，做得去沉浸体一个文化地位，还是讲你越讲一出用强事情。不说做文化做艺术，还会哦有人去滚动去讨论去思考，提一同一个主题带下。但是呢，是要听书的时间，哎，就加偏人的书，啊，我等会思考过后，一下个文化我用的同介绍。用乜嘅东西同介绍？用三国吗？啊，更加爱用洛三国，也算用平板，也算爱用诶，几点嘅时间用嘅白银。我们今天要怎么带太港人来认识他噶？也系我哋向他共传传神，每个人去噶，好、哦、辛苦来做听听，我哋也非常嘅欢迎。莫用用文化人，太港向他来诠释来认识他噶文化。就像头头意思讲，用乜嘅方式来介绍我哋咧客家文化？你比如我哋讲客家文化，意思上一出以来表演咧各种戏剧，吼，唔单止系讲1895嘅傅绍宗啦，吼，冇得讲我哋咧本身嘅儿童剧啦，其实嘛喺讲我哋太多讲到杀死嘅故事。你等于讲，你用无穷样嘅方法，其实唔希望少介喺我哋客家文化，从更加我哋唔单。下几个文化艺术团的话，你表演的类型，它有体育有哪几种啊？其实差不多呢，就是历史剧、儿童剧啊，我有个小品，其实也就变做讲的下几个三种个性。哎呀，三种个性就变做有模组的哟，我哋一下做诶就会惩罚，不然导演就变那个比如讲儿童剧。做杀死工，啊！哈！你本来等做万金圣母，做的嘛？虽然讲也是给一点平铺出个也给信用，但是一点图他讲个管的黑马给，人家做的来做个故事啊。就变那讲有魔族以后惩罚，啊又传神下伊，以前全部都会挨人气噶，保起来做气噶下气噶做，像他挨人做的，伊也有像太感人，叫他来听书，叫他来分享一个文化滋养。伊咧文化唔单止爱传承，其实文化还是在转化，但是在转化过程底部，如果爱有唱广东人腔来听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等下有更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一开始看到人家都分享讲，我哋今日来宾苏勇，唔单止下期古文化艺术团嘅团长，伊头都嘛喺展现到伊吹托嘅啲能力啦，吼。但是我同讲，其实我哋苏勇嘛系伊啲主持人咯。苏勇唔见嘅系哪一节目嘅主持人啦？系哪个节目主持人？哎呦，我唔算是主持人啦，我实习主持人就好诶，因为。我就刚开始做嘛，我一般有听民生电台做一个爱喜奶料的节目，slogan 都出来了。啊，还有一个是工学电台做广播，做拜六晚啦，拜六晚啦，同大家介绍到人家六对天气哦，功能的人，古财钱，也是讲人家历史、英文，慢个就讲做本六对文化的一个节目啦。
个唔单系，其实你看，同我头先讲到，你有团长哈，啊，你这个要负责很多，很多讲行政的事情啦、啊，然后要负责你的安排几多新的戏剧的一个内容，你有主持两个，等于是两个节目，咁这个我有很多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咯。冇啊，每个人的时间都相同啊。你就是这种。哎呀，啊，像我朋友就会问啊，哎，龙龙。啊，你今天做嘛个事情？我想讲哦，我先联络个苗曼，啊，我有去到哪，我有寄信啊，我有哦处理嘛个文件啊，我有囤那个曼人啊搭舞台嘛嘛嘛个。伊就讲，啊，你个意念，迄片个想念，嘿无，我时间用用个呀。其实天意啦，哎，也是我以前靠公务人员练出来哟。一开始唔是讲，然后就会绑一种表格出来。你就会看，亚礼拜你有哪一条时间做得用，先把做唔得用的拿掉，啊，再过来呢，就会一般呢，个固定的时间分配，哦，分配好的咧，还有弹性的补充的时间，要救急用的。古早爱亚哈是那个正职嘛，这都阿咪讲无讲到，爱正职，迄条故事他做 recital。我哋呢，行业交通营养研发中心咩专业处理。诶，下班以后呢，我要用差不多一点钟到两点钟的时间呐、啊，诶、欸，轮流来处理。拜一就做公布，拜二做嘛嘅，拜三做嘛嘅，拜四做嘛嘅。啊，其他事情呢，就交代下去，来去负责来统筹。哎、欸，我还会运动哦，我运动哦，我瘦身哦，安尼，然后做啲肌肉来听安尼，惊诶。我的个芥末蛋糕吼，纯台讲嘢，然后诶大做一股安尼，过好看一些啦。啊，其实也很这个讲啊，你要时间的管理的哈。其实他后了嘛，算是时间管理开始啦。要有一个贬义词吗？所以也要两个观众谈后了，观众观众骂你，要没？但是其实我这个方向讲哦，一定眼强，你可以把这个位一点时间安排都安好。其实也是一个过目艰难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因为我最欠皮的听一件事情就讲，欠皮啊，嘿，因为讲我感觉到其实你看做很多的事情，睇下家的范围地方，但是你出如果可以有很多无穷的创意体验，你那样的品种，比如讲你的主持节目啦，那个种，也等个内容啦，创意很耐来的咯。其实我们平常时就会看节目，但看节目的时间唔系咪都娱乐听听，我们会看应用的去呈现一个主题，因为其实。你讲嘅艺术家都在做嘛嘅啊，佮设计师都在做嘛嘅，因为包出安好嘅作品哦。其实也就会一定整理主题嘅功力啊，也是因为由爸爸本来一些咧咖啡人文学嘅一个讲带来，就会本来分享一下。啊，我又去到交通台后头，他搞好演啊，故所就慢慢的去整理哦，去练习整理一些咧资讯。阿坤，哎，根本也是我做一个本很有声音坤的节目。比如讲，我去来了，我就会做本差不多汉语，差不多初级、中级，哎，上海屯客家文化念几类的很有声音来看呢。故说我就会每到一定去设计一个节目。哎，他现在拜六话啦，拜六话啦，我是每到我去本一条，亲友才情、亲用心听我的六对的天气生发的。后生人也好，老生人也好，做企业事业也好，做职业做目前的咩好，一定都带是用迄经验的咧想法，问大家你看到后事要同大家分享嘛。故说也用个方向去莫强用，故说也去先有一个主题，再爬来整理，啊整理以后呢，就做在出行诶。但是也偏部分啊，朋友讲，头讲先有一个主题，再有一个整理。其实我发现你的主题以前先提供，你还要书中去蔓延。好，如果你这个也要节目，其实就从头唔同我讲诶，也系可能本来咧行业，我哋认真初级呗。好，但是伊慢慢咧把个客家文化养过来嘅东西，可是因为我哋吹那一条一件事情，可是就变成讲，唔会仅仅我哋谈嘅人，好，也要行业程度，好，你做得冇咁好睇。我去那一条就会有怕暴打 JPG， 大家你怕暴有人讲吗？吼。讲都变，讲都变，系啊。嗰种，但是问题系，也透过我哋对我哋客家文化，该认识呢啲人，你可以做你分批啊。系啊，
但是我很多福气啦，因为毕竟我是在高雄师大的，因为爸爸是往前退休就开始的嘛，就开始来做客家文化那些的事情啊。以前就跟妈妈在高雄师大福教教书，不说我就在高雄师大，那就变成说我会说我在六队还有三名，我就会要亲上忙亲努力哦，有什么就会比较六队哦，要不然真的是六队有没有说说我们出来按我用的做客家文化节目。因为今天人的政府其实他希望人的健康也可以投入人的客家的公共事务，同时从来说的话，你这个不但是在健康业，不是在社工斜杠青年，又在团长，又在财他，然后又做我们的广播主持人。更加从更加人的思考来说的话，不用去鼓励我们的健康业，去投入人的客家公共事务，用你的健康业生活来说的话，鼓励了，我是知道我的压力失态呀，真神奇。就近期来讲，我的那崩时代，吼，也蛮个少子化嘛，个我的那压力越来越大。就文化来讲，有人就讲啊，台湾文化各种无劲呢，我的都代是耐人咯，我的那个文化就一定会从中国还日本。夹用下嘛，很奇怪哟、哦。我说，我哋一个时代呀，应该要对我哋面前做的做嘅事情开始，比如讲我哋文化嘅时间啊，实践，伊就会对亲自嘅发通开始。你就唔怕讲啊？唔合法讲唔好，唔合法讲唔好，我用讲唔爱声音嘅糖，你就唔是吃到讲啊？好合法讲合法，系件轻巧的事情，轻辛苦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就用经济的角度来想文化，做都不会成功。像我就伫咧乌克兰这片，就有亲同的家庭，伊等以前是受到 Russia 的教育，故所以等咧阿美发的 Russia， 迄个啊用时间来看啊，迄 Russian， 啊，但迄个伊等第一件事情以后呢，伊等就去改迄好乌克兰语。啊，相对起个声音嘞，讲乌克兰语啊，俺们是讲提倡讲，一句法语都做唔得讲，因为俺们法语也有以迷惑嘅文化，它也有很古典的韵味嘛，嘅，俺们去用书要多样文化，系一种新嘅态度。故说作为一个后生人，俺是知道，俺们就会用一言嘅方式，一种形态，去期待讲俺们爆出来嘅话。不会说一句很多客家的话，也一句很多台湾的话。可是你偷偷说的话，一句不会认为说，其实马克以为我的行业，可是我的一听而独尊客家文化。其实在台湾这块地方，每一点文化都是互相包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客家文化，我同样当初唐山来台湾，叫做客家文化，在中国的也一点没穷用的。其实今天客家文化，包括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说的台风错，其实我们用客家的轨道，在这些贫富所的人类的风俗习惯，比如说我们客家说招标，太多人也没说招标，也都是我们贫富所的文化。可是别人说，今天不说我们客家文化嘛，好多年的文化嘛，多多少少都有我们台湾本地的贴皮的样的地方。可是你说那些客家文化其实他们认为台湾文化，可是其实像我们的事情来说的话，那你那些同学有什么建议同学们年轻的朋友说，其实有的人我真实都从头说的，如果你们说接触到客家文化，那种那人说的那人会伤害我，如果对说客家开始那些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让你的年轻朋友可以更简单的方式来接触到我们客家文化。更简单的方式了，我们更自然的方式，说阿明哥的节目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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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的互通，亲从友，
也也是爱对下起古按当然以来闽出来一个方法吧。故说爱是去鼓励太感人，过年过节的时节，唔好讲啊吼，阿婆都讲下假话，爱唔爱讲下假话，爱就唔爱同阿婆讲话。唔是，唔爱讲啊，唔爱讲啊，我也一两句咩唔怕，吼，天天来来，天天来来。啊，爱在路上面呢，前片呢，中片呢，也唔好讲，不爱咩。后生人轻抬压力，我手谈过有一个学弟，伊同我讲：“学姐学姐，我很忏悔，我很生气。”我讲：“我做嘛个做嘛个不看哦。”伊讲：“我爸爸以前同我讲，我想我好客家话直接去讲，客家话我一讲就好好讲，讲脏了吼，讲脏唔好讲，干脆不要说。”伊就讲：“按你改欠，恨他一辈子，按你个裂痕啊。”我就唔得要用嘅，同补起来。故说，我哋慢慢嚟来，慢慢嚟来。因为亚哈，我哋面对嘅唔单止系台湾文化嘅整合，还有国际化嘅整合。但系对台湾，面对台湾开始，我哋得天独厚。其实我哋语言好嘅，父母我哋就记得咧。我哋有练习多语的环境，对我哋生意咧，或是异国的语言。文化都会深厚的一种基础，像我啊，我就不会讲讲啊，我就不会讲好。对我来讲，好是语言文化是很自然、很快乐的事情。对啊，故说其实对我的那眼前的朋友来讲的话，其实用一种自然的方法，开始慢慢的去接触到我的文化。其实文化都是人的生活，故说文化不是一个归硬的一个主题，其实都从这生活地方慢慢的去接触到，慢慢的去感染到，也都是我的文化。今天我感谢我的苏永龙来现场，同我们讲安东这家位亲身的故事。多谢阿明哥，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来欣赏了，运动运动哦。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另外一边是潘先生，一边是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运动呢，是刺激导演，请乡亲可以来同我等空下来做。今天呢，要教大家人的呢是心创功法，第八个抱紧点点。首先呢，我等呢讲呢，空间啊，同我等呢打开了，同我检讨同法，我等呢书呢。吸球来，哈！不要挨在那都市前面，挨在那松树那行里来。到胸前方翻掌，拿上去，不要挨东挨在那钢筋上。俺挨在那树棍呢，吸球来，吸球的时节，挨在那下坠，下不东挨在下坠那讲，挨在那胸前轻一下，挨在那树棍向前面，倒行里来。树棍打两片，我等下在岩树，下在岩树的时节，我等下停脚的，停放起来，好，再绑下来，脚掌绑下来，再合手来，树棍再向前面，下在岩打上去的时节，我来树棍打两片。两片发的时间，我等下在岩树树根再打过去啊！我等脚掌腾空起来，再一次哈，脚掌绑下来后呢，我等树。拿上去，松开来，两片落下来。我等绑下来的时间呢，观众朋友要注意的时间呢，我等也是抱紧点点，抱紧点点呢，我等是要装我等的钢筋，主要我等的速度也只一的时间，要装的多，我等的也只一哈。我等呢钢筋合球的时间，我等呢树棍一撞到我等一个血套，我等一个血套呢，系合球的时间。
外头下我按摩到外头要下头，所以外头那树按来长的时间，外头按来哈，标下来，标下来时间呢，还记得有人用标下来，外头那树都按来也无法涂改。标得动外头那树一样，外头那下最硬的萝卜，按古原因讲按太强，按太强，然后标个下最硬的吧，唔怕以外头那延伸的范围。我哋呢就表嘅多，我哋呢下水硬地板，我哋呢下水硬地板呢，我哋呢树桥呢黑潮，唔讲，我啲树根安睇佢黑唔潮，佢唔怕。主要呢系按我哋树根表嘅强劲好时节，系安尼黑潮系按摩到我哋呢强劲嘅筋路。啊，咱筋腱有分两个嘛，一个颈动脉、臀前静脉。所以啊，等黑球的时间，啊等松松些时间，利用啊等舒桥松松些时间，去按摩到啊等呢两个筋腱方的有三四个血统，啊等血统呢按摩到的时间，啊等呢舒筋再打开来时间，啊等呢又更加。有更加系我哋筋腱方嘅血路哈，血统，所以我哋打开来时节，我哋咧下最硬竖下来，竖下来时节，我哋一两个竖棍咧再向落背打个开一些，打个开一些咧，把我哋咧心脏嘅时节，我哋咧发心脏嘅发痛咧，个发啦，我哋咧胸前嘅心脏发个发一些咧，打开来过后，阿娘咧，我哋咧脚掌疼痛起来。听风来呢，系为了讲啊，爱的眼神，唱风起来，系一本爱的呢，血路呢对脚掌风比过松一些，松开来呢，爱的呢筋紧一些，人讲抱紧点点，很多讲一同爱的呢脚掌听风起来，爱的呢竖棍向后摆时间，一同爱的呢筋紧绑过长一些，绑风起来。阿奶呢，都爱等佢唔顾人讲，爱要听唔好，会莫问唔怕，爱等莫问呢，即唔是按个，主要呢，人讲听脚嘅听脚嘅听脚嘅，喺对爱等呢，爱等呢脚掌嘅血路呢，不以大肠爱等呢心脏方，阿奶比循环我过好，所以爱等脚听方嘅时节，表下以后，听一下。我哋脚掌啦，表下去，我哋可以连续做诶几下，就是讲，我应该再合球一下，合嘅时间，有人讲，我合嘅时间，我竖棍疼，竖直骨痛，也系正常。你要讲我正常，因为我哋冇做过安全嘅的运动，所以我哋呢，也个呢系针对我哋呢心脏做一啲。比如血路循环，那个好的通道，所以讲啊，另外在那筋腱方，同外在那脚掌的脚带，那循环我个好，所以外在多按来打过快些时间，外在那脚掌那扭放起来，那外在那停脚的，脚的停放起来过后呢，外在那脚掌表下去，外在那在合球，你讲爱竖棍做一外骨痛，骨痛的时间外在做一三下，外在那表下来。对单方，好竖对单方，拿方起来，拿方来再表松来，两对两竖竖呢，再两片落下来，表下来过后呢，我等休息一下，又来再做继续的动作。你要讲我等竖卡出来，因为我等的竖直也这一也还有个原因讲。有血路，有血透的时间，我等下来做的时间哈，还记得，我等向单方多压双方来时候，吸气，吸气吸不到胸前的时间，而反竖张的时间，压时间从气头透出来，再往上吸时间，再继续吸气，我等继续透气时间，我等半方一吸，竖棍先停一下，停一下呢，而不我等竖棍。比如练习一下我的牙上去的痛，好，比如停痛一下。过来呢，我的书呢，表在动我的那筋腱哈，表在动我的那筋腱哈的时间，我正在合球，我的那书棍合球，同我的那血路呢表上一些。因为我们从来都没运动到我的那筋腱哈的血路哈，所以我们轻一下，我的那书棍向单方。那上去时间，我等你下最硬停顿，我等你竖骑上去，骑上去过后，我等你竖脚向两片打开来，打开来一时过后，我等你下最硬竖，下最硬竖过后呢，我等你脚掌呢再停放起来，
脚掌天空去了过后，停留一下，再脚掌落下去。脚掌落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树根再合起来，合起来哈。再一次树根向前面，再顶上来，我们的下嘴眼停到那上来，安尼时节去吸气。吸的树根打过可以吸，下嘴眼树可以跳，吸跳跳出来。起头跳出来个，我等脚掌一登上去时，记得我等再吸气一下。脚掌不用下来时间，我等它起头跳出来，再哈一次，起头跳出来。起头跳出来时间，我等到人工，从我等的起头循环比过好一些，所以我等继续再一个吸气，下再按停到来上去。树节打开来，下嘴暗树，脚掌停放起来，停脚趾，啊脚趾停放下以内哈，停一下，啊等脚掌变下来，树节合手来，合手个嗯，挨个挨树骨痛哦，挨毛啊吐在继续做，啊等再变上去。树节拿上去，再变上来，我们再休息一下。因为放前点的，伊一注意的地方喺点呢？一注意的地方喺我们树根，总爱等僵紧的时间，总爱等僵紧的时间，我们喺两扎树合手了。在紧的时间，有人讲，我按你长的时间，树骨痛呢。树节会痛，啊有人讲，嗯，安尼撞喺树节骨痛，其实也系过长。你话讲系过长，你阿定从来冇撞喺多安闲，撞喺多阿定一只，讲阿定黑潮嘅时节，因为自己出紧嘅嚟做时嘅讲，哎呀，树根撞喺骨痛，亦唔怕，因为喺本阿定嘅眼神比表上多阿定嘅镜头同阿定嘅镜件，讲阿定嘅头脑，啊，不如表上嘅时节。因为我们一个动作，它有特定伊的设计，所以一帮我们的脚掌、脚趾灵活多用。所以我们在做时节，注意哈，打上去，疼痛起来，在脚掌边下去输球，啊，也是一个的。过来呢，我们的输边下的时节，我输滚用不痛，我打下来。树变下来，变下来过后呢，我等休息一下，我等都第一下唔会痛的，我等那继续。人家呢，同大家示范一点呢，连续动作，同大家人看一下。首先呢，我等的树呢，哈，拿好起来，当我等的肚子好，肚子好的时节，也是吸气；到胸前的时节，反掌拿上去。拿上去过后，我们的树向后背，变个僵紧方，按我们的树节竖出来，竖出来的时间，从膝头跳出来，啊，在树根呢向前面吸气，啊，吸不到，树根停顿下，头脑停顿树根后，按我们的树根向后背打开来，我们的下嘴眼来竖。打开来过后呢，嗰个我哋咧脚一停脚嘅，同埋练习我哋咧脚掌嘅起，啲咧循环咧过好一些，再落下来。
人家院通来做的多呀，乡亲有记得吗？还记得呢？明年呢，腾先生来好好院通，我等呢眼神我过好，啊精神又更加好，好好院通喊你吃哪来了？